小乖专心吃哈，不然等一下别人也要吃了。你还要吃吗？要吃。嗯，还要。哇，有蛋蛋呢。我也要吃。我去拿筷子哦。嗯。筷子我。送给阿姨的，我一做的。对呀，送给。一德登。是啊，要做一件新衣服给你穿呢、啊。那是做给奶奶的，要穿。哦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会给我自己爸爸。我是上班的，爸爸是上班的，不是衣服。是，这是什么？嗯，好好吃哦。那你想吃我的还是他的？我也想吃一点冰淇淋肉肉。哪有冰淇淋肉肉啦？还有吃一点辣。吃一点冰淇淋肉肉啦！冰淇淋，冰淇淋这里没有。那吃一点肉肉冰淇淋啊？没有啊，你看我们要吃糖果冰淇淋。没有啊，没有卖的。我要吃一根小乖冰淇淋。把小乖冰在冰箱里。还是把乖乖放到冰箱里。把我们家的放到冰箱里。哦，来放到冰箱里。嗯，来哦，来按摩啊！哎呦喂呀！好，赶快逃跑！跟他说，起来了。阿北跟你开玩笑，你跟你抓阿北。你也抓我啊！对呀。你可以抓我，我就不可以抓你。快来这里吃咪咪。这是什么天理呀 ？Oh my god！我要吃一个跟那个，对呀、啊，你要吃一个跟那个，妈妈、啊、这里有用，我也吃不完。真的啊，你就你刚刚也抓我的手啊，要把我推到冰箱里呀、啊，那我也抓你的手啊，对不对？瑞婷来，快点来，小乖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一起去冰箱冒险，好，打败冰箱机器人，好耶！我要抓你，是你赶快逃跑的好不好？我给你抓来这里好不好？你也把阿伯抓走不是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你再哭晚上就跟我一起睡觉。他跟好，那吹给他，再把空气吹给他。